为什么去我的学校？想见我？为什么？你应该知道吧？我……你喜欢我？啊！你对我完全不了解，不知道我的名字，没说过几句话，没有任何相处，就喜欢我？哼！你喜欢我什么？脸吗？我知道。 你是个好人，赶走几个流氓就是好人。哼，我只是嫌他们挡着我买东西了。那，我只喜欢你的脸，行吗？我开玩笑的。那个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。你想对我做什么？我不准再那样看着我。